还能跟男生握手啊？小姐姐，谢谢，谢谢。私は中国の名前は張天愛です。今天张天爱亮相东京电影节宣传新作，一身黄色裹身礼裙看上去十分漂亮，并且在现场张天爱还直接飙日语，一口流利的日语也是大受好评。看来张天爱不仅拥有美丽的外表，还是一个有才华的女爱豆哦。在下台的时候，不少粉丝和张天爱握手，不过张天爱只和女粉丝握手哦，拒绝男粉丝握手，身边的男粉丝都开始不满调侃起来了。其实啊，今天还是张天爱的生日呢，所以收到了不少鲜花，希望他这一次东京之旅能够有所收获吧。